为了这个手机壳，我真的花了100多块钱买那种超贵的水晶胶，就是一只大概10几块钱的那种。主要是它这个娃的颜色，你们发现没？它灰不灰，紫不紫，它这个调就很奇怪。那天逛淘宝，我就看到他们家有这种水晶胶，真的特别好看，就是好几种颜色混在一起，一种星空的感觉。这个单主把我笑死了，他之前订了一款三星折叠手机，结果手机壳还没收到，手机坏了，然后他又重新买了一款华为的折叠手机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三星的售后太垃圾，千万不要买啊！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他的原话。成功的用两句话就彻底把我给劝退了。做了好多次这种折叠款的手机，我就发现它其实很难做那种很复杂的款式，于是我就想着在上半截给它留白一点。哎呀，其实我能在这叭叭这么多，还不是因为这位神仙单主让我自由发挥吗？哎呀妈，我只要听到这四个字，我都偷着乐呀。我本来还特别担心这个水晶胶的颜色像不像，哎，干了之后发现还真的挺像的，就是那种紫灰调，很高级的感觉，有没有？